鱼儿逆流而上的故事想必曾经激励过不少人，而在今天上午落成的礁溪龙潭湖园稳固鱼生态区，大批的固鱼提早了半个月集体溯溪上游，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欣赏鱼儿力争上游的奇景。那今年的固鱼真的是提早了大概有半个月左右上来，好，今天已经开始在溯溪，那预计大概可以停留三天。尤其是在这个生态保护区里面哈，生态园区里面，我们希望游客来的时候尽量不要靠近湖边能够站在平台上来观赏，那也不要去碰触到固鱼。过去原稳固鱼是台湾北部常见的鱼种，因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消逝。龙潭湖村长李志文以及社区居民15年前开始营造固鱼上游的环境，在这几年复育成功，固鱼溯溪上游也就成了龙潭湖每年5月的特色。村长说，溯溪的景象预计会维持3天，明天将会是最高峰，也希望民众能够在新建成的观鱼平台观赏就好，不要惊扰到固鱼的生态。